你赶紧回房间去吧。我房间锁了，客栈老板睡了，小二走了，整个客栈连条狗都没有。小川，让我再待会儿吧。滚！ 我去楼下歇息。可是你伤还没好呢。原本也没想在这待太久，更深露重的伤口只会加重疼痛，我怕影响你休息。行，你再待会儿吧。好。